生活，平凡的欲望都没有意义。你们现在都是主人的奴仆，忠诚的侍奉主人。世界上最光荣的事，莫过于为主人而牺牲。
托尔苏加德让捕捕者成为战争的化身，怎么搞啊？不要先找到目标。
主人要吃了你。我觉得无聊了，来吧，到我这里，我会亲自毁灭你们的灵魂。咕噜魔的朋友有很多生意做。祝我们的朋友好运。快逃，不然就太迟了。照我教你的做。王总的战死。
你们这些蠢货是自取灭亡，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力量是多强大。虽然你们经历了千辛万苦才来到收割者的领域，但想活命只有一条路，就是走上诅咒神教的道路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已经超出范围了。离得太远了。我需要目标。我已经等得够久了。备战，你们这群杂碎，有敌人来了。入侵者，立刻结束无谓的冒险，趁你们还活着，马上离开这里。好了，扎里克，别把他们赶走了。
等我们玩够了再说。别说废话了，让他们来吧，我们会把他们连骨头一起碾碎。真希望他们能撑久一点，至少让我做完自我介绍。或许他们会觉悟过来，然后立刻逃离这里。哭哭闹闹没完没了，我都听烦了。你们要是不能闭嘴，我来帮你们。保留你的愤恨，压抑你的怒火吧，你们很快就能宣泄积怨已久的挫折了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，阻止不了我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离得太远了。你们还不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，你们根本就一无所知。纳克萨马斯的霜寒之心正在等着你们。终极毁灭即将到来，怎么回事？女巫侵者在这里，消灭他们，克尔苏加德，纳克萨拉斯绝不能先躲。如你所愿，主人。手下们、仆从们、冰冷黑暗的战士们，听从科尔苏加德的召唤。
要再靠近一点。现在没有目标，需要目标。你就坚强到死吧。为你们的主人杀戮或牺牲吧。